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网上片十部的节目。今日录节目日子是2021年5月13日，这里有我新西兰记得台的中央社长 Raymond Wong。 喂，大家好，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，订阅请记得订阅网上片七部正向部和晒冷气，继续壮大中立无色力量。好啦，今次回来跟大家讲一小米，今次终于都甩烂了。昨天呢就成为热搜啦，尤其是在内地的社交媒体上。咁啊，点样甩烂呢？就是啦，正式被剔除呢个嘅军事清单度啊。咁啊，我哋都估到冇嘢喎，我哋都估到佢会冇嘢喎。嗯，系嘛？之前有讲过，我之前都有几次都已经分析过啦。小米咧一般冇事嘅，就系、是、啊，都系俾人搞嘅啫。啊，咁啊，今次啊，可以话系啊。都是啊，还翻一个公道俾佢啦。不过咧，有啲损失啊，就系、是、已经啊承受咗噶啦。承受咗一阵，不过小米会再好翻少少嘅，即系我自己觉得。即系如果美国人咧要提升佢哋嗰个生活质素，而又唔想使好多钱咧，唯一可以用嘅嘢咧就系、是、小米嘅。即系美国嘅穷人咧就一定会系用小米。小米系啊，即系买唔起苹果咪买小米咯。小米同蘋果，我個人認為咧，啲產品都差唔多啦，係咪？都係咁質素都係高嘅。係啊，我而家都係用小米手機啊。其實最初我都好唔中意小米嘅，因為佢我最初咧，我覺得啊呢間咁嘅嘢嗱，我其實不嬲都係用小米產品嘅，即係我有用小米手環啊嗰啲，但我冇用佢嘅手機。我成日都覺得喂，佢嗰啲嘢全部都係買外來嘅啫喎，始終都冇華為咁正啦，自己研發係咪先？係啊，自己出多啲晶片啊嗰啲有。大致一啲，其實而家證明咗呢個觀點咧，某程度上係有啲錯錯地嘅。嗱，我而家都係用緊，我係兩邊都有用啦。即係我一部嗱呢部華為，啊攞部小米出嚟先，啊小米咁多兩部都有用嚇。咁、啊、小米佢完全體現到一樣嘢咧，就係、是、冇用之用，即係莊子講嘅。冇用之用是为大用啊！即系好多人都觉得，喂，小米冇用喎、啊，全部嘢都摆翻嚟，跟住又贴牌，又自己求其打个 brand 落去，跟住好似冇乜用咁啊！呢间嘢意思你话冇自己嘅研发啦，系咪咧？冇自己嘅晶片研发啦，最主要其实就系即系冇自己去搞晶片啦，啊，冇自己嘅核心技术，你讲得啱，核心技术嗱，软件佢就求其即系。吸咗喺個 Android 上面有一個 UI 啦，當然係，但係個核心都係 Android， 即係唔會好似華為咁啊，整個夢夢啊，自己整個夢紅啊嗰啲其他夢紅啊，定係夢紅劉夢紅啊，即係唔會啦嚇。而家其實你睇到一樣嘢就係、是、小米其實完全我哋分析之前有分析過，佢執翻佢一定可以執翻身材，因為佢冇乜大志。即係佢起碼唔會表現到佢嘅大志出嚟，佢就晶片啊，我唔研發啦，我咪繼續做我嘅手機咯。嗱，如果啲利錢微啲嘅，咁我咪加價咯，冇辦法啦。你哋啲嚇做晶片嘅大佬要賺錢啊嘛，咁咪晶片大佬賺先咯。嗯，小米一向咧都係以一個薄利多銷嗰個方向嚟走啦。人哋蘋果買一部嘢啊，都係要買幾千蚊嘅，佢就咧定個價千零蚊。喂，其实某个程度上啊，小米啲产品咧系几影响个市场嗰个平衡嘅啊。咁系啊，佢而家其实啲手机仲系好抵玩，抵玩啊，好抵啊，系好抵玩，系好抵玩，即系佢坚守到呢个抵玩，而且性价比高嗰个做法。我呢部仲过瘾啊，我呢部咧好过瘾噶，自拍嘅时候咧个镜头系可以自己升上嚟嘅，系啲系有升降镜头嘅，所以呢一个唔系。小米獨家啦，即係華為都有呢個功能。華為都有呢個功能，但係我覺得係好唔錯，因為佢就整到嗰個畫面咧，就唔需要有一個凹位啊，或者有個窿喺度啊，咁係正嘅。我自己覺得，雖然我係好少自拍啦，啊，即係你升上嚟，其實對我嚟講一啲影響都冇嘅。嗱咁嗱，講到呢度就係要講翻點解我哋一早都話冇事，有啲人當然鬧我哋啦。嗰陣時我話冇事，小米冇事，小米啊冇用啊。啊！唔通我哋中国人开发咩都要俾人打压啦？咁而家佢就系要你开发乜嘢都打压你啊嘛！咁你而家你要挨过咗呢一段时间，你就咩都唔好开发咯，俾人睇到，起码俾人睇到你可以开发，但你全部
都係隱蔽咁樣做。我唔信小米冇開發嘢嘅，佢一定有，但係佢一定係隱蔽咁樣做，佢唔會出曬嚟講喎。大支嘢出嚟講話，話我而家要研發晶片，佢冇呢咁嘅嘢。佢最多話出嚟講話要做下電動車，但電動車大班人做啦，所以又唔會針對小米嘅，係咪先？一向俾人嘅感覺，小米咧就係、是、一個消費產品嘅一家嘅公司，就唔係一啲咩好有高科技研發嘅公司咯。即係俾人嘅感覺係咁啊！嗱，佢連簡單到連一啲嘅充電池啊、牙刷啊、風筒啊呢啲都做埋啊嘛，書包又有嚇，雜不楞咁搞下搞下咧嚇，我相信就遲早咧可能嘅搞到連衫褲鞋襪都買埋，好似無印良品咁樣。啊，呢個其實而家已經有㗎，其實而家已經有㗎咯。佢其實已經係咁樣做，個走勢已經係咁樣，咩遮啊嗰啲已經有，啲都有眼鏡啊、眼鏡啊嗰啲，其實好多嘢都有㗎啦。咁呢、這個即係亦都驗證咗莊子一句名言：冇用之用，是為大用。用啊，係真係大用。佢咁樣俾人嚼一嚼冇事喎，冇事，即係佢仲有機會可以再壯大一啲。會壯大㗎，係啊，即係你俾到投資者個信心喺呢方面。哇，連俾美國咁樣搞一搞都執翻身彩喎、啊，咦，硬正我覺得。咁再加上嗰啲嘢啊，真係定價咧。一般啊，搞到啊好白菜价咁一样嘛，系嘛？系抵用啊嘛，抵用。嗱，仲有就系头先讲翻庄子嗰句说话，其实都要讲翻个背景俾大家听，因为有啲网友话：，哎，你成日讲我都唔知乜嘢嚟嘅咁啊咁。其实讲多，其实好多网友都知嘅，不过我哋照讲翻俾大家听，等大家都知啦。即系庄子咧，有一日就同啲弟子行到一座山嘅山脚之下，咁见到咧路边咧。有一棵大树咧，就好高嘅。嗯，咁庄子就忍唔住问身边一个斩木嘅人：点解咁大棵树咧，一直都冇人斩佢嘅咧？咁呢个斩树庄咧就话俾佢听：斩树庄呢一棵系不成材嘅树。系啊，呢棵树咧又唔可以用嚟做船，又做唔到其他家具、其他嘢，所以咧。斩咗都冇用，所以一直咧就喺路边嗰度，冇人斩，冇人理佢，啊，斩树桩都唔理佢，即系嗰时啊冇得攞棵树嚟做政治议题啊嘛，系嘛，都冧噶啦。不过斩树桩都有时会系护树桩，系嘛，都系。咁庄子当然咧就好感叹咁讲，啊，因为呢棵树咧。唔成材先至冇俾人斩咋，先至可以生到咁大。呢、這个就系冇用嘅嘢嘅有用嘅地方啦。系、哎哦，所以好多人都净系知道有用嘅用，但系唔知道冇用嘅用处。有啲人闹小米冇用，冇用咪好咯，冇用咪唔使俾人斩手咯。俾人斩，华为你有用啊，华为你大有为添，结果俾人斩手咯，就系咁啫嘛。连麒麟晶片都做唔到而家。冇人肯接单，咪俾人斩手咯。严格嚟讲就俾人斩手噶，咁样嘅情况就系、是，嗯，即系你我其实就唔信呢个小米咧，佢冇一个长远嘅规划会做埋晶片，我觉得佢都系有嘅。最后都我自己觉得啦，最后都需要嘅。但系佢冇大罗大鼓出嚟讲，佢亦都冇阿芝阿张摩洛哥。系啊，呢样咁佢即系佢会啊介绍佢啲产品啊，讲得都颇为犀利嘅。啊！又搞一啲啊產品發布會啊，又佈置得好好啊，尤其是小米個老闆咧，經常啊，即係好耐以前就已經啊打扮到成個呢、這個叫咩啊喬布斯咁樣啦，做發布會啦，咁睇落就好似好勁抽咁啊！但係即係都有啲人話睇穿佢，唉冇用嘅呢個小米咁係相對嘅啫，不過有冇用係，如果國際環境好翻啲嘅話咧，華為嗰種大有為咧就有用嘅。但系而家个国际环境出咗啲咁大嘅问题咧，其实大家就支持翻一啲，我觉得啦吓，两边都要支持嘅。其实就系、是、最多都买多部手机玩下啫，当系玩具咯，咪即系你话可能话哇你咁浪费嘅咁，唔系我系有真正需要嘅，我有真正需要嘅，因为我买嗰、那个华为手机咧用唔到嗰、那个我哋呢度嗰个安心出行，我呢度系用唔到啊。哦，系喎，你嗰部华为系啊，唔得，系用。到個安心出行，所以我冇辦法，我係為咗守規守法嘅人咧，我先一定要整翻部即係小米。咁但係講到呢度啦，
你咪睇到乜嘢係真係有用，咩真係冇用咯。其實華為唔係冇用嘅，華為係好有用。但係因為有啲人就係見到你有用就會斬你啊嘛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咁啊。有啲人見到你冇用，斬完你都，誒，冇意思，上訴就得直，咁冇事咯。可以繼續做下去。其實而家呢個環境咧，其實你最緊要第一樣嘢就係要繼續可以做下去。係啦，有得生存呢、這個最重要啊！啊，最緊要有得生存，有得撈，係嘛？係啊。其實華為面對嗰個問題咧係非常之嚴重啦、啊。啊，能唔能夠翻身咧？好多人都覺得啊，華為一定掂嘅。咁事實上咧，如果你睇翻一個從大啲嘅角度嚟睇啊，遠啲嘅角度、高啲嘅角度嚟睇啊。华为而家真系喺世界各地嘅好多项目咧，都因为一啲嘅政治原因而被搁置啊，甚至乎冇得参与一啲嘅竞投。系咁样，系绝对系影响整间公司嗰个以后嗰个未来嘅。系啊，当然啦，小米啊同华为啊性质，整间公司嘅性质都唔一样嘅。咁你小米可以见得到，系啊，小米就做开一啲啊消费产品啦，主要都系。嗯，但系佢哋嗰啲科技其实即系而家已经。當然啦，你影月亮嗰啲，即係小米就做唔到噶啦。即係影一個靚嘅月亮出嚟，小米真係冇辦法做得到，暫時係冇辦法嘅，係影唔到嘅。咁但係影其他嘢，即係嗰啲 AI， 譬如你對住個蘋果，佢會認到係一個飾物咁樣。其實華為做得到嘅，小米都做得到，係月亮嗰啲都未得啫。其實大部分，譬如影朵花咁樣，分分鐘小米影花可能仲靚過華為。我已經測試過啦，遲啲我哋會有一次分析一下佢哋究竟。即係嗰個背後嘅 AI 嗰個能力喺邊度？即係其實小米嗱，我呢部唔係頂版嘅小米嚟嘅，但係影相都即係而家係越嚟越好，嗰啲 software 不斷咁樣更新嘅。就你即係嗰啲 AI 咧，係收係令到好多啲一啲普通階級或者啊入門級嘅手機咧，都整到啲相咧影得好靚，係嘛？係啊，咁所以。即係而家你話小米冇用嗰啲人，其實喂小米唔係冇用啊，佢係越嚟越有用。嗯，而且佢係知道點樣避開咗一啲陷阱，就係起碼佢可以生存落去先。即係呢啲有用同冇用之間嘅嘢咧，其實係會轉化嘅。大家要明白，即係喺習生上場之前咧，啲貪官嗰啲錢咧係好有用嘅，係非常有用嘅，錢可以再變官位嘅。官位又可以再變錢嘅，但係習生上咗場之後咧，呢啲錢咧就催命符嚟嘅。大家如果睇下而家嗰啲即係俾人打咗落馬嗰啲貪官係點樣，錢好有用噶，但係唔同嘅時空下邊，你錢都可以變成冇用，更加可以變成催命符，變成對於檢控方係有用嘅證據，對你就一啲用都冇，係咪啊？所以。有時咧，你睇一樣嘢有用定冇用，準確定唔準確，其實你係要抽離一啲去睇，同埋喺唔同嘅環境底下，乜嘢係有用，乜嘢係冇用，乜嘢係好，乜嘢係唔好，其實都係會轉變嘅。即係當然，我哋講到咁矛盾，一定會俾人嚼啦，又話哇呢啲你唔識啦，講到咁遠，但事實上係咁喎。有時做啲嘢睇起上嚟好似好冇用，冇 view 嘅，哇！望編輯部，得。几千 view 嘅啫喎，系嘛？咪咯，唉，嘥气啦，咁啊。系啊，几千 view 都可以要你删晒啲贴啊。超级无敌造成嗰次，因为你哋啲人乱搞嘛，我哋系知道你哋系乱搞嘛。我哋将个真相讲出嚟之后，你哋乱搞嘅人梗系要收皮啦。嗯，唔好理我哋有几多 view， 最紧要我哋嘅 view 咧系俾到一啲能够影响到大局嘅人睇到，咁啊足够。够噶啦，系啊，够啦。咁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嘅嘢，咁咪听我哋咯，系咪先？不过当然啦，而家都有好多人听我哋，跟住自己抄咗我哋啲节目去讲多次啦。呢个都冇所谓嘅，我哋都冇乜所谓嘅。其他人重新演绎啫，咁都系当系啊，将个信息都再传扬开去嘅一种方式啦。啊，咁啊，讲到呢度，其实即系节目时间咧就差唔多噶啦。不过咧喺而家呢个大环境之下咧。莊子的處世哲學呢對大家都會很有幫助。嗯，不過有些人覺得喂咁啊，喂即係乜嘢都唔做啫，好冇用啊，無謂喎、啊，咁無謂意志啊。唔係，你係要適當嘅時候有為，適當嘅時候冇為。咁你如何能夠適
度去做呢樣嘢係好難嘅一件事，唔係咁容易嘅。係啊，咁當然有啲人亦都會污蔑，即係呢啲張弛有度嘅做法咧係無能啦、朝令夕改啦。但係其實大家諗一諗啊，如果唔係攞咗個決策出嚟，跟住有意見你調整嘅話咧，一樣可以俾人鬧嘅啫，剛愎自用。嗱，而家係順應民意嘅，其實嚴格嚟講，順應民意絕對係。但係如果你做咗個政策出嚟，堅持到底嘅，好坦白講，一定會有人出嚟鬧。誒、哎，林鄭月娥剛愎自用，特區政府教而不善，係教而不善。洞房哇，使你教啫。所以就係難睇下咁嘅地方，你自然要做一啲嘢咧，就係令到咧大部分嘅人咧都係會向一個好嘅方向去做事嘅。即係林鄭又要講翻啦，呢度喺度又要借個位支持下林鄭先，就係佢唔搞嗰個強制即係、就是、打疫苗嗰樣嘢，佢只要做強檢就得噶啦。其實係你每兩個禮拜強檢一次，喂你唔煩我都煩啦，我咪去打疫苗咯。是咪啊？我冇逼你噶，不过你要嚟检测你噶，即系逼你检测啫，唔会逼你打疫苗嘅。检测强即系检测系降低晒人所有人嘅风险，打疫苗亦都系降低晒所有人嘅风险。但系而家全世界咧都有人强制人检测，但系咧就冇人强制人打疫苗，哦、所以特区政府做唔到噶。强制人打疫苗，有啲人话喂，点强制又话最初强制打疫苗？系啊，当你系全世界第一个做嘅时候，永远都好难嘅。有些人讲、啊、到、啊、要找警察出手，就捉了人出去，两个掹着一个逼着他去打，这样就说得出的。那香港要有千几万警察才行。千几万警察和、几百万医护人员。要啊，是全副武装添啊，喂，遇着那些奋力顽抗那些怎么办啊？又要谈判专家难道？真係好笑，即係越講越荒謬嗰啲人，真係咁啊！但係算啦，不過呢個世界，呢個世界就係有時咁荒謬咧。講翻呢個小米，佢點解列入呢個黑名單咧？本身個理由都非常之荒謬。阿秋咯，阿秋咧，其實冇嘢嘅。阿秋見到小米啲手機賣得，咁咪就擺佢落去咯。其實即係一部小米手機咧，小米賺嘅錢好少嘅，美國佬賺嘅錢係多過小米嘅，美國佬賺嘅錢係多過小米。小米冇、错，即系美国赚大头嘅时候，唔得小米赚个小头都唔得咩？系咪啊？好多时候中国啲产品啊，都系用咁样嘅方式嚟起步嘅，赚贴个白菜价，赚嗰少少嘅毛利，其实经营系非常之艰辛嘅。其实华为最初都系咁嘅，华为最初都系咁，冇错。但系华为佢就突出咗一步咧，就冇办法，即系佢嗱，佢搞5G 都冇问题喎，其实。我相信搞 5G 咧都唔系佢嘅致命嘅一部分，最主要就系佢嗰个晶片咧，佢自己自主嚟搞咧，自主嚟搞嘅时候咧，佢就觉得，咦，你咁样搞啊，即系我都冇得捞啫，咁我一定要即系消灭你喺萌芽状态之下啦，系嘛？佢已经萌咗芽啦嘛，仲要系，系佢一定系咁做嘅，即系好似嗱，而家讲翻我哋个台嘅发展史先啦，即系我哋个台最初做嘅时候。咪有人闹我哋咩假男真王啊嗰啲咯，想消灭于我哋于萌芽状态啊嘛，系嘛？哦，系啊，都冇得罪佢，无端端闹我哋假男真王啊，好奇怪。系啊，跟住叫人退订我哋啊嘛，即系其实就系意图将想将我哋消灭喺我哋喺萌芽状态之下啊嘛。咁系啊，徒劳无功嘅。系啊，所以华为都系可以继续茁壮发展嘅。我都相信系吓，只系一啲挫折嚟嘅啫，而家。嗯。都要讲翻清楚，费事啲人话：，哇！你而家咁捧小米，咁踩华为，唔系喎，唔系喎。喺呢个环境之下，华为嗰种做法系冇着数嘅，小米嗰种做法系有着数嘅。咁当然我系希望华为同小米可以即系有啲交流同合作啦，喺后边吓，即系喺一个商业层面嗰度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啦。嗯，亦都唔需要高调做呢样嘢嘅，啊，即系我自己个人粗浅嘅睇法啫。好啦，咁呢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咁休息一阵，我哋翻嚟再讲其他话题。好，拜拜。